我本來今日原本啱嗰部中喺度做嘢啊，但係呢度我諗住嗰個學生咧，即係嗰啲咩咩，有啲嘉年華嚟。係咯係咯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唔緊要，你睇啦，我望到就得噶啦。阿敏叔咧，而家喺度做緊一個古詩嘅一個臨摹嘅書法，好似紙版詩啊！好似都好多後生仔睇下睇下呢啲咁樣嘅舊版嘅書。啱啊！佢哋好難。啊！你淨係睇到佢個方向就知道佢係舊版定新版㗎啦。係啊。啊！中國文化係由右直左多啊嘛。好，咁多位嚟到九龍城市集嘅朋友，早晨啊！咁咧嚟緊我哋十二點鐘咧就會有幾場嘅講座嘅，喺科桂隔離嘅多媒體劇場咧就會有陳淑莊、陳志遠、方嘉琪主講，方志恒主講同何嘉琪主持嘅《香港還可以古事嗎》一場。而喺呢一個嘅多用圖室啦，即係全部裏面咧就會有每日都是他們的每日，關於講無家者的未來嘅講座。咁我哋嘅講者有張志豪、吳偉東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去嗰度去就坐噶。咁至於由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主辦的一個講座咧，就係講關於花牌研讀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快啲去到呢啲嘅地方嗰度咧就坐。唔緊要，你繼續隨便，唔緊要嘅，好閒嘅啫。大家下喺陣間稍後好快嘅時間喺咩貨櫃隔離嘅多媒體劇場，多媒體劇場會有關於香港文化史嘛嘅一個講座。咁講者有陳淑莊、陳志遠同方志恒。咁而主持就會有何嘉琪。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，都可以去入去就座聽下。到底我哋今次書展嘅主題為活日定未來。咁我哋會由呢度出發去睇下究竟香港即係仲可以有古事咧？